来耶稣教会，兄弟们平安。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，代表台湾神学院，向大家请安。也特别感谢教会长久以来对神学院的支持和帮助。我今年一月，伫美国完成有用博士班的学习，回来台湾加入台湾神学院的教学，会通参与伫神学院训练未来学者。的过程中间，有真侪挑战，也有真侪喜乐。我细汉时住伫彰化报道，会通转来彰化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感觉非常的亲切，请来做伙来祈祷。主你较爱上帝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让我看出你如何中的奇妙。让我会当有心，也有行动来回应你的话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昨，咱台湾有完成教会的选举，透过民主的过程，产生地方政府甲基层的咧竞争，无论结果怎样。有上帝帮咱选出来的领导者，拢会通亲像《米迦书》六章第八节所讲的，行公义、心存慈悯、谦卑，甲上帝三个名。伫这个时阵，会予咱更加思考一个上帝的领导者需要甚么款的特质，伊怎样来带领上帝的百姓，规划上帝的百姓。来走天路，在这个走天路的过程，百姓难免会拄到信仰的失败甲挫折。这个时阵，合上帝心意的领袖需要怎样去做？当会众伫信仰顶面拄到艰难，也是跌倒的时阵，当咱失去希望的时阵，一个领袖要怎样来引导大家？活到顶，行伫稳定的道路上，这拢是真大的挑战。今日咱要对出埃及记摩西的经历，再来思考一个问题。今日一个经文，讲起摩西徛伫会幕的中间，心内忧闷着急，伊决定搁一摆，为着以色列百姓，伫上帝面前来恳求。之前百姓因为拄一只牛仔来得罪耶和华，也就是亲像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所描写的金牛仔的事件。但摩西伫西奈山顶四十日领受上帝的律法的时，百姓伫遐献头的时，因失去信心，直到因用人的手做一只牛仔。要来代替看袂到上帝，因为这款的行为大大得罪上帝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无法度来接受人来敬拜这个偶像。结果，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因中间的约已经破坏，就亲像摩西落山的时阵，伊迄地就迄地地上。嘴高高的两块玉璧同款，人甲上帝无法度阁有亲密的关系，但是活伫惊吓，活伫上帝的生气中间。因知影若无上帝伫因的中间，头前伫这个无水、阁危险的旷野中间，要怎样往头前来？随望上帝有应允，要游玩找使者，带伊到留伊隔壁的土地。不过上帝本身已经无愿意甲伊做伙行。上帝有讲：“我家己唔甲恁上去，因为恁是暗军的兵士。”听到这个歹消息，兵士开始悲伤啼哭。
因为现在上帝为什么我还跟因传一些百姓？其实上帝本身也是在一个真正在过程中间。一方面，上帝是圣洁，也是公义的，已经真混乱一群误会的百姓。这个旷野路顶面，那是第是这一摆的回忆，上帝就会将以色列全家拢毁灭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上帝把应允要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伊有应允讲要点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伊的上帝。上帝所讲的话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讲无尊重的话。在这款的情形中间，摩西也想到伊家己甲百姓的这个关系。在摩西落山的时阵，看到百姓已经背给上帝，伊感觉真背叛、真挫折，因为百姓的行为，还是因并无信任伊的领导，这让摩西非常良心失志。不过摩西犹原会记得一项，就是上帝对伊的呼召。摩西想着上帝怎样，当伊做婴仔时，将伊对饮水的危险中间解救出来。当伊走路到彼得的时，上帝怎样保留伊的信仰？上帝佫进入伊个人的人生，呼召伊成做百姓的拯救者。摩西是伫上帝面前得到稳定的人，上帝呼召伊来带领一些的人行往逃亡的前路。感动，现在一些的人，摩西的同胞，要因为这个事件来失去上帝的同在吗？感动，伊无应该也伫上帝面前得到稳定。摩西决定最后一摆，好到来到上帝面前来为这个百姓分。今仔日信仰团体，有可能伫信仰路途中间，大大得罪上帝，陷入伫甲上帝隔离的状况中间。这款的问题的根源，头一个是无遵守上帝的道。团体成员若是无照上帝的原则来生活，就会有可能感觉咱离上帝哪来哪远，感觉上帝伊的面容、伊的同在已经无伫咱面前。有诶时阵，因为咱本身的软弱，咱受到试炼、试探，就陷入伫金钱，也是对世俗的追求中间。当咱知影代志严重的时，煞咱愈挂愈深。一届搁一摆忏悔，犹原我都返去敬拜上帝生活，我都甲上帝恢复关系。另外一种情形是团体教会看见上帝对人的伦理的要求，那是一个信仰团体内底。保护公义甲善良的关系，安尼教会甲地上的万百姓就无啥差别。今年六月开始，我甲我的太太两个人受派到家人一个教会服侍。这个教会人数无多，主要是徛伫一个民间宗教非常强的一个地区。总是感谢主，当阮开始停下来服侍的时阵，阮将教堂诶迄个门来拍开，就有真侪未信主的小朋友来教会耍。毋过，即款的欢喜一时啊，阮就开始感觉真忧愁，因为遮小朋友因有真侪人是活伫即个无健全、无健康的家庭，爸母可能。有一位就是离婚，还是讲有一个是外籍配偶，
结果伊个教育啊，拄着真侪问题。遐小朋友，因若是伫学校，也是讲伫家庭内面，受着讥笑，受着冷的，甚至伊感觉心情真歹，来到教会，看到其他小朋友看无顺眼，就会来出嘴，互相骂来骂去。所以即款个情形造成，讲彼此小朋友有无好个关系。我甲我个太太两个人看着，感觉讲是要安怎来引继续引传伊，当伊开始有机会接触着福音个时阵，伊真欢喜，总是伊来怎样脱离伊过去个生活，互伊会当照一个真满有上帝恩典慈悲个态度来生。我毋知影吼，我相信，等一群大人咱咧做伙，伫教会咧，行天路的时阵，咱嘛有可能拄着一款个情。等一个教会，等一个信仰团体失去感觉上帝的同在的时阵，做一个领袖，少年的领袖应该怎样去做？今仔这个经文，互咱搁一摆思考。摩西做中介者，做代表者的角色。一个中介者，伊袂伫教会甲信仰团体互动的时阵，无共无共。做一个代表者，咱的潜在是怎样去了上帝的心意？特别是伫上帝的面前，咱超出上帝的稳定。这是摩西上大的挑战，也是咱的挑战。摩西伫经文中间，咱看到伊上勇敢的所在，就是挑战上帝伊俩，上帝家己对百姓的验问。上帝当讲要做以色列百姓的上帝，所以摩西就呼答向上帝求怜悯。摩西讲：上帝，你敢毋是交代我来带领这百姓出埃及吗？毋过我毋知影你爱因去行去倒位。你敢不是讲，我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吗？若是安尼，请你指示我你的道路，请上帝你指示我你的道路。摩西真有智慧的所在是，伊请上帝显明道路。道路伫遮有两个意思，道路毋若是指到迦南地的路，道路也是指上帝的本性。甲对待人同性，摩西知影需要认捌上帝的本性，只有去了上帝的心意甲想法，伊才有法度去变成来求怜悯。伊个进一步讲，上帝求你照亮一个百姓，毋但是我的百姓，也是你本身所点亮的百姓。摩西的话感动上帝，上帝就应讲：“我要亲身去，予你平安。”这听起来是真好的消息。总是上帝是干那要予摩西平安尔，还是要予整个的百姓平安？摩西，伊所毋茫是上帝会当回心转意，甲所有的百姓做伙。所以他就又一次大声大力挑战上帝说，人要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在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？敢毋是因为你甲阮相隔去，让我甲你的百姓在地上万百姓中间有恩典吗？这句话深深忘掉上帝心。摩西知影上帝的心意，就是要予以色列人真侪特别的百姓，会通显明上帝的圣洁，予世界人。上帝对以色列人遮个拣选，毋是因为因偌好，只是因为上帝看因最特别。上帝看到即群百姓已经反悔，伊的心就活到咧五个百姓。因为上帝上忠心的保证的祷告，
上帝决定继续来引领上帝的事，总是摩西竟然更加对上帝提出最后的要求，就是让上帝显明恩典给伊看。上帝的恩典是上帝上界规条的部分。摩西捌伫西奈山顶，上帝发布律法的时，看过上帝的恩典。恩典就亲像火，一般人接近会死。为什么摩西甘愿冒这个危险，要搁一摆看上帝的恩典？我想这个要求，唔干啦，是咧为着得到高深的人生经验嘛，㖏。佫较重要的是要看到上帝天心贯顾以色列人的眷顾，就亲像上帝当初伫西奈山顶领养子民。上帝安尼回答：我要献我一切的恩惠，佮宣布我的名。我要施恩伫我所要施恩的，要怜悯伫我所要怜悯的。一句话表示上帝已经决意，佮用恩惠对待以色列百姓。这个恩惠拄拄是上帝恩典的一部分。摩西照上帝吩咐，站伫石画顶，对石画的空隙中间，伊看到上帝恩典殿柜。不过，上帝会用手压住伊。避免极大的烟光将摩西毁灭。落尾，摩西刚刚看到上帝的脚趾后，不过看到上帝的脚趾后，已经让摩西心满意足。相时，摩西也听到上帝宣布的名，也就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至第7节所讲的，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无快生气，佮有丰盛的主恩佮信实。原来，听到耶和华的名，伊的自我宣告，知影伊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公义的上帝，已经是进入伊的眼根，这也真做摩西一世人的印象。你们亲爱的兄弟，摩西代表者的人生，带咱真侪感动。代表者的意思，乃是徛伫上帝甲百姓的中间，为着人的两者做伴，恳求上帝面搁一摆施恩，帮助咱会通恢复上帝百姓应该有的形象。上帝教咱去外呼召人。伊无共款的规矩来吃做代表者、中介者，伫人的失败、人的破碎中间，见证上帝不变的天。今年来是一年的学生中间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妇，先生是台湾人，太太是中国大陆的人，因两个人稳定上帝好了，去受新学中装备。因本地住伫法国，因伫法国的因个母会巴黎华侨教会，伫遐做实习的团队。总是当因实习结束的时，教会发生人事的冲突，陷落伫伤害的中间。伫迄个非常艰苦的时阵，这对夫妇受到教会邀请，真侪教会专职专时间的团队。阿母担心服侍，结果运用七年久的时间，陪伴教会做伙经验上帝的意义。教会渐渐对痛苦中间行出来，渐渐成长，渐渐突破。回想面的过去，这个牧师娘有一个真深的反省，伊讲之前人事的冲突的确有造成伤害。总是，阮必须
还是各家兄弟来承担，尽力做好好的工作。我开始学习，真正的服侍是洗脚的服侍，真正的服侍是洗脚的服侍。这对阿母因呾结束，因伫暂时结束，因伫法国的服侍来到台神受造就。总是因的性命激励我，相信你也通激励大家。看到新台因存在的目标，是要培养成因即款中介者，即款的大道者，会通显示上帝慈悲怜悯，伫失败的上帝百姓中间。毋仅是团队人，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，拢会通伫家己的位置顶面，把在失败的人看到上帝的道路。另外一方面，当咱因为信仰团体的成长真慢，咱可能会失志，总是请毋通忘记上帝的心，满有怜悯。上帝伫大生气的中间，犹原对教会有奉献的慈爱。最近，当我思想为甚物无说，想要看上帝怜悯，忽然间。我想着我甲我的太太伫啊家人教会，伫啊家人的这间教会服侍时阵所拄着的困难，想着家己伫服侍中间的人家，要伊家己敢会通继续去疼人时阵，我发现家己特别需要上帝，给我一个强佮有毅力的证据。原来，这就是摩西要看怜悯的原因。摩西在看上帝的怜悯，因为在怜悯的中间，伊会通摸着上帝的心意，伊体会到伊本身的使命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才徛在。在怜悯的中间，摩西发现上帝极大的恩典，伊的性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来活。经过变形的未来，也因为上帝稳定有新的愿望。摩西已经小段了一些的人行在愿望的路上，求主帮助咱正行者，在咱所服侍的信仰团体内面继续超越上帝稳定，看见上帝同在的证据，用安尼来继续咱人生的道路，请做回来一个。伫教会的软弱、罪过中间，虽讲生气，却有大慈悲、大怜悯的上帝。我很感谢你透过摩西的经验，大大激励我。我知影你的名，就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。愿我就亲像摩西，将我的性命来投入上帝面前，求你帮助我，也想着我身躯边所有的人，透过我的代祷来更加了解你的心意。恳求你帮助天父教会正兄弟，会通真做根、真做苗，真行出耶稣基督听的款式。在中华地区见证你的名，恳求你也帮助你家己所亲身设立的台湾新学院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会通搁较温和做工，帮助未来的受访者，让因有奉献性命在教会的使命中间。虽然你的教会、你的新学院检测失败，会有挫折。总是因为治疗你的眼根，我再过一摆，你着阮头前偷走的困难，我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伫十字架顶赢过死亡、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。